你们好，我是小宝。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，在李大爷家的鱼塘里面发现这边有一个出气孔，这个出气孔这个洞里面有一只特别大的大鳄龟，把李大爷家的鱼咬了那么多。现在我们就用这个锄头来挖，把这个洞里面的这只大鳄龟给挖出来。现在我们就用这个铲子来挖，你们看，哇，这个大鳄龟的尾巴都有这么大，这个尾巴应该有手臂那么粗了。现在我们还是用这个锄头来挖吧，因为这个泥土比较硬。哇，你们看，这只大鳄龟至少有个几十斤，用铲子把这个旁边给挖大一点。我们稍后必须帮李大爷把这只大鳄龟挖出来。